侠小说的场景。丽江它整个古城是没有城墙的。原来是因为一个算命师，他住的比较随便，结果他住的是王爷住的地方。那这个东巴文很厉害，你可以去跟他写，假如说写魏华先生。真的吗？我想要什么写？对。可是我看不懂，他会不会乱写啊？会啊。哎，这个会。